就是努力工作啊。好了，新专辑发了，新曲如何？嗯，就是我昨天有看你开箱。哦，你有看是不是？非常开心啊，因为毕竟隔了九年嘛。然后呢，我觉得最开心的其实是歌迷朋友们给我的回馈吧。大家都很喜欢里面的歌，然后自己也有在专辑里面找到自己很有共感的音乐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就是做专辑最大的成就感。我后来发现你的歌名跟那个红发爱人是撞名。哦，对，我知道他有一首歌叫 Bad Habits。对，好像有很多歌，国外有很多歌是 Bad Habits。对，其实这首歌也是国外的 demo。是啊、哦，所以大家都可能喜欢用 bad habits 吧，人人都需要一点 bad habits、啊。对，因为 bad habits 你对某些人看而言，你会人家可能看你不顺眼，就会觉得你这是坏习惯。对。可是 for you， 你会觉得那是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在意别人怎么想？因为这个 habits 对你而言，你可以真的放松做自己，舒服，那这样就好了。接下来就是宣传期嘛，有在接戏？最近没有哎、欸，今年应该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今年我光是接很多演出嘛，然后音乐节哦音乐节，然后还有很多演出，商演也有对，然后已经排很满了。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音乐节能够把新专辑里面的歌多多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所以已经排到七八月了。这么满哦？大概多少场啊？这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特别去算。大概两三场。我现在目前印象中就是我每一周都要飞一次这样子。啊，周周飞哦。对，像我明天又要飞。去哪里？明天是去安吉。安吉。安吉。完全不知道在哪里。对，也是一个音乐节。也是音乐节、哦。对对对。所以你的音乐节表演都是一 set 演出多久？我大概一次大概唱了七八首歌吧，对，大概四十分钟。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交流。有自己的歌吗？有以前 SHE 的歌吗？有，也有一些我们三个人的，然后也有对，然后也有自己的歌。那目前四月十三演唱会看得到吗？对，有没有最担心哪个环节？嗯。还好，因为我们前昨天有去彩排，排练了，对。然后最担心哪个环节？因为其实新专辑的歌我一直都有在听，就是把它听熟。然后我觉得不要、真的要担心就是自己的状态吧，就担心当天可能因为太紧张啊或者什么的表现失常，要不然其实基本上。歌词我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段落，因为这是自己的专辑，就会非常的清楚。以前是三个人，就是背好自己那段就好，现在是一整首，所以压力相对大这样。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累积啦，我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能够适应一个人在舞台上的状态。你现在还会紧张？当然会，很正常，我觉得会。会紧张都是正常的状态，有时候。彩排的时候是一回事，然后真正台下有观众的时候，灯光一来，然后尖叫声一听到，那个氛围又不一样。人来疯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都会有一种同事认为说：“哎、欸，那你是都出道几年了？对，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大家对我都会有这种印象。也因为你们对我的这种印象，也会变成我的压力。我变得好像我似乎我就一定要撑得住所有的场面，撑得住，我似乎都要好像都要。你再给他压力，再给他压力。没有没有，可是我觉得很正常的是，对我的确因为这个压力，我会让自己要努力去完成它。但我现在要学会这件事情，就是说，即便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也要学会接受自己。我没有办法做到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但至少你要享受其中。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想要跟大家传递的，不是说我们好像艺人真的什么都会，好像都跟大家不一样，跟大家想象的好像、哦、他们就是很强啊，他们怎么很完美什么的，其实不然，我们就跟大家一样，都是平凡，所以我会紧张，会有压力，都很正常。啊，对，我们三月下旬的时候，25号那天，我们大家聚会，然后那天是那个我们爬山的朋友山友会的聚会。那是我邀大家的，因为其实我们当中有好几个母羊座，包括我先生啊，然后傅真啊，我儿子啊，然后还有其中一个姐姐，那我们就帮所有的母羊们一起庆生。那因为傅真他生日也不在台北过，所以就想说大家提早聚会一下，还有送他一个小礼物，送吗？送他一双很精致、很可爱的点点鞋。我觉得一看到他，我就哦。
好适合傅真，很小巧精致低调又有细节，就像他这个人一样。不能送鞋，他有给你钱吗？他给你十块钱。没有人在 care 这个，我们都已经认识几年了，谁来 care 送不送鞋？对啊，有时候就是那是心意。哪一个牌子啊？外双 C 的。哦，姐姐出手玩不一样，他就有看到。音乐会好，姐姐会来。目前还不知道，不是很清楚。音乐会好姐妹会来看，会问他们有没有空啊？但因为那个场地要站着，我有点舍不得他们站那么辛苦。对啊，后面可以摆椅子，所以我没有特别邀了。后面可以摆椅子，可是你坐着，前面的人都站着，你也就看不到。看到你那么熟，我们都去，我们都被排在后面。哦，所以意思说叫他们住你隔壁。哎呀，可以可以，来个专访，顺便边问边唱边听。现在也太恐怖了吧，把他们邀来压力也太大了。邀来就哎呦，他自己唱错了。不是他们演唱会前刚好是靖宝生日，那有办法有时间凑场帮他庆生吗？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可是其实靖宝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有问靖宝，我们就没有办生日帮他办生日，我们就说靖宝，我们带你去汤姆熊玩好不好？然后那就属于我们 family time， 就三个人这样，然后就很简单的帮他付这样子。对，然后今年呢，因为他每年生日，他知道生日会有礼物，对，那他现在就很迷宝可梦啊，很迷 Switch 啊，然后他就会想好新的卡带，然后他前阵子就玩了那个星之卡比，他玩了什么？第一款、第二款，他说破完了，他说妈妈，我现在有个目标，我要把星之卡比所有的系列都玩完，所以他现在就要了一个星之卡比 V 系列的哦，他就喜欢这些东西。我说好啊，那妈妈买给你。接下来该不会就有电影的代言啊？电玩？对啊，不知道哎、欸，找我代言没有用，找我儿子代言，他比较熟。那你现在有时间休息？我尽量就是，我不是都周末飞吗？我周间尽量休息。像我现在会睡回笼觉。哦。然后我发现睡回笼觉对我人很重要。回笼觉。因为我有时候很早起。对。然后后来那个起来，我吃完，因为我现在在感冒嘛，要吃感冒药，然后调理身体又在吃中药，所以我吃完这些东西以后呢，我就会有一种犯困，我又回去睡觉。对。那我觉得睡了一下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尽量平日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以前我只要有空，我就塞各种瑜伽啦、重训啦，然后比拉提斯啦。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过头了，把自己弄得很累。那现在，然后有一阵子我就都停掉。所以我这个人很极端，要么就是很多，要么就是都没有这样。所以我要学会找到中间的平衡。所以我现在，比如说我早上起床时间够的话，我就会边敷脸边做那个超慢跑。就敷个三十分钟，跑个三十分钟这样子，然后就刚好在浴室跑一跑，跑一跑就直接去洗澡，然后一整天就精神很好。今天有穿衣服吧？没有裸体。你会问问题耶？没有，我真的不想要穿，是因为我不想要汗流到我的衣服，湿湿的要洗。哦，真的很懒啊！我在我家浴室，我哪里怎么了吗？我关门自己跑步，我也有碍到你们是不是？你跑步的时候有前面有东西会晃来晃去，那没有关系，那个晃动也不大，影响不深，感觉不清楚。可是没穿比较容易感冒。对啊，你已经感冒了，所以我赶快跑完就赶快去洗澡。我感冒应该是抵抗力弱啊，太累，然后被链球菌侵袭。因为我去看医生嘛，医生说有没有痰，我说有、欸，早上那口痰都黄了，他说哦，那这个就是细菌。哎呦喂、啊，要有老痰的啦。有。天哪、啊，伤心呢、欸。30分钟，三十分钟，对。你们可以试试看啊，身体有好一点。我现在一直在寻医嘛，然后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中医师。你知道那天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帮我这样子感受感受，他就说，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他就说你的身体其实是，不自主的用力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你的身体一直在很努力的做这些事情。那你的身体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你已经很努力了，然后我就爆哭，我就说对啊，我真的很努力，而且我很拼，比如说可能饿了，但是我觉得没有时间吃，我就撑着，然后或者是说。
我下一个事情工作要来了，然后我就会吃得很快很赶这样子，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比较爱人，真的是逼死自己，所以很容易逼死自己，就是我的性格使然，但是这我天生的，所以我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至少我会学习要赶快去平衡它。对啊。我是不会，但我小时候有晕倒过，那是年纪小嘛，国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升旗典礼、欸、上军训课哦，大太阳的，大家在上军训课，就后来我就一阵眼睛一阵空白，然后下一秒身边就围了一堆人，然后说陈嘉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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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然后我就醒来，他说，啊，发生什么事？原来是我昏倒，我小时候会昏倒，有倒在暗恋的人。没有啊，好像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接住我、啊、因为你太突然了，太突然，因为先前先前没没有，这太变态了。国中生干嘛？国中生，姐不会叮你三会，像昨天他就说你现在就好好吃饭、嗯，然后我就被他逼嘛，然后就说好了，我就赶快吃，因为我觉得我快没有时间化妆，我会来不及，哦、因为昨天事情很多，都挤在一块这样，然后我怕会来不及，然后我就吃了爬了三口以后，我就。想说好，我有肚子里有东西就好，不要都空，然后我就赶快去化妆。别固定感冒。哎、欸，你感冒怎么可以做运动啊？这样会更严重。还好啦，30分钟的超慢跑，因为超慢跑它非常快。不要逼自己，你休息一下会死。我感冒前几天比较累的时候，我就是没有硬做，我就不会这样逼自己。嗯。啊，今天我觉得状态还可以，因为我去看医生，吃了药好一点，睡了回笼觉也好一点。那就好。身体很重要，对，尤其到了这把年纪。谢谢你们哦，你们也是要保重身体。嗯，你不要传染给我。那你工作还排那么每个礼拜都飞？没办法，这些工作是已经排定了。那我觉得，所以我要自己去平衡，工作的时候好好的工作，但平常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让自己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状态。你们有周休二日这么？我们都是周末飞，所以就可能休周间。对啊，周间一二三四这样。周休二日、啊，对，一二三四这样。周间，对，因为我们都是礼拜天回来，对，就可以休一二三四。那还不错，不一定啦啊，因为现在又有那个专辑的工作，然后有的时候还有那个表演的练团，对。Okay. 谢谢你们哦。是首发，我们首发的第一个表演奖。是的，好的，我会在颁奖典礼表演，对，特别表演，特别表演。你们保重身体哦。一首歌啊，应该表演几分钟吧，我不是很清楚。两首歌，对，主曲这样连在一块，新专辑的歌。先让他过完四月再说。Yeah. 谢谢，谢谢，保重身体，谢谢你们。